让美食快乐起来。各位好，欢迎锁定东南卫视收看由嵊州食用油独家冠名播出的《时来运转》，我是主持人郭涛。嵊州优质10:1食用油优化膳食脂肪酸比例。今天我们请到演播厅来的两位嘉宾，跟大家介绍一下，在我的左手边是我们的青年演员，欢迎徐海乔。Hello， 大家好，我是徐海乔。徐海乔，中国内地男演员，凭借热门剧《花千骨》中的皇帝孟玄朗一角被观众熟知，精湛的演技与帅气的外表也获得了众多粉丝的追捧。在我的右手边是我们的美食家，也是美食栏目的策划，欢迎时尚小米。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米。时尚小米，知名美食博主、美食畅销书作家、美食节目主持人及策划，擅长各类菜系的创作。今天是这个喜气洋洋，因为今天是我们的猴年的大年初一，在这里我们三位要给电视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道一声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这个短年啊，这个吉星高照，抬头见喜，然后硬凑一个横批，就是哇猴年。我一直在学狗叫，你知道吗？整个正月里一直在叫大家哇哇哇。其实你可以试着学一下猴子叫猴子啊，好像对不对？嗯，不错，这个也是旺的意思，也是旺的意思。那今天我们也把这个吉祥和如意带给大家，那马上就来介绍我们的食材，好不好？好，来来来，这个正月里来是新年啊，大家一起吃螃蟹啊。哎呀，唱得太对了，尤其是在福建和这个台湾啊，都会吃一道菜，这道菜叫做红鲟米糕。哎，红鲟米糕，会。哎，这道菜呢，我们讲究的是这个家丁旺盛，而且这个家族啊非常的团圆，因为蒸完了之后，这个红鲟的这个籽是包在一团的。是的，我们现在开始呢就要操作起来。是，海乔你不会无聊，我给你一盒瓜子儿。我跟你讲，他吃瓜子是对的。这个2015年就是去年，花千骨当中演皇帝，他演的这个身份都很高，所以您就嗑瓜子就好了，好吧？这些粗活我们下人做了就行了。没错，我们就干一些粗活就可以了。我们先要加工一下这个鸡蛋，鸡蛋，我们把这个鸡蛋呢要给它打散。你看这小米做的菜，这里面就有米，哎，对吧？然后这个蟹也属于海里的，海乔。所以这一期就开始做名字的梗。我们的梗都是随着这个菜的变化而变化。好，我们要把它稍微的打散。这边呢，我们要先做一个油锅。好，来打蛋，我来。哎，你来打蛋，我来做油锅。好，锅烧热之后呢，我们就要放入这个嵊州食用油。这个嵊州食用油厉害的是2015年嵊州推出的优质10:1白金优选食用油，与食物搭配在一起进行烹饪的话呢，可以优化膳食脂肪酸的比例。我们其实做蟹，但是一上来先做一个这个金色的蛋饼，这个蛋饼，哎呀，非常的棒。但是我们要还要帮我帮一个忙，你要拿住它啊。这个我还不知道的，要放不要害怕，这个位置可以吗？哎，可以。然后我们要往里倒入鸡蛋啊，它居然不会漏过去。哎，你可以看哦，好玩的地方来了。哎呦，你要这个时候不断的来动。哎，好玩呢，真的是。还有蛋吗？我也玩一次。来，你接着玩。哎，你要把那个蛋饼，快焦了，快焦了。你看，一张金色的这种蛋饼出来了，好棒。还好我今天早上还没吃蛋。哦，真的。非常的好看，一张蛋饼，然后我们把它整个的平铺在这个做底。哎，做底。好，这边呢，我们来换一个锅。明白了。好，这边的锅不用太热，我们还是要稍微加一点油。加点油。加一点油。好。加完油之后呢，我们要稍微的煸炒一下我们的胡萝卜和肥肉丁啊。这个时候呢，温度不用特别高，我们用这个低油温慢慢的把这个肥肉丁里面的香味啊和这个油脂给它炒出来。好，我们要把这个肉呢煸出香味的同时，放入我们的这个胡萝卜丁。胡萝卜丁呢，第一是为了让它上颜色，第二呢，这个胡萝卜通过这种油炒的方式，可以把它的维生素的这个 A 源转化成这个非常容易吸收的维生素 A， 这样我们这个小朋友吃了其实对眼睛好，女孩子吃了可以抗衰老。明白了，明目还养颜呢。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炸过的芋头，哎，然后还有香菇也一并放进来。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还以为这芋头是鱼豆腐。哎，这真的很像啊，真的很像。闽南话芋头怎么说？要不要教一下两位？好，我们要学。藕，对，它就叫藕，不是藕，是藕，一次音藕，好难学啊！这最难学的方言，第一应该是温州话，对，第二应该就是闽南话。但是我们很爱听那个闽南歌，对，这个马海天涯，
不对，世界第一等，它是世界第一的。哦，世界第一。啊，可世界第一等这个词语是什么意思呢？我到现在都不太明白。闽南话它就是全世界最厉害的。最厉害的。对对对。就闽南人其实还蛮爱吹牛的。呀，就是什么什么什么世界第一等啊，爱拼才会赢啊，他是一个比较外放的个性，海洋性格比较外放。所以这么多年我一直以为世界第一等就是一直要等一个人，然后又等到天皇帝老的三十二路公交车一直没有来，世界第一等。是类似这种意思吗？好，我刚才放入了这个青豆，又放入了这个台湾啤酒，然后这边呢还要调入一些这个好的这个头抽，也就是酱油。我发现这个菜是我们最放的东西最多的，哎，一定要调味够扎实，才会丰富，世界第一的。明白了，你看这个味道已经完全被这个肥肉的香气、香菇的香气、豌豆的清香，还有芋头的这个软糯，全都调集合在一起。这个时候，我们再把这个泡好的这个糯米放进去啊，真的感觉像炒饭，哎，很像。所以真正的这个世界第一等就是要像这一锅一样，就要做到很和谐啊，它不同的这个色彩、不同的这个食材组成混在一块还都能吃，没错。嗯，这个时候呢，让这个米慢慢的用小火靠入这个所有的滋味，到最后就是有请皇上。蟹，我发现其实蟹都可以不用了，只有蛋饼，这个已经很好吃了，对。真的是吃这个饭啊，吃菜的话必须有美食家在旁边讲解，你才能吃到，你就会觉得这个菜特别的好吃。没有皇上，这个菜是我们俩自己吃的，您的瓜子儿是今天的午餐，因为皇上要健康要减肥。我准备把这瓜子儿倒上来。不要不要，你锅菜都别闹了。哎呦，皇上有请皇上。皇上，我们不要把这个蟹要生的放进去啊。红鲟，也就是我们做的这个青蟹，我们要把生的就放进去，因为这样要蒸是吗？哎，它的这个汁汁水水啊，才会慢慢的渗进在里面。这个我们现在可以把这个皇上请到龙床上来。好嘞，你看啊，所有的鲜味。皇上洗桑拿，这个皇上洗桑拿得多久时间洗完？大概如果有这个旁边有这个宫女伺候的话，可能要时间长一点。如果没有的话，15分钟就好。15分钟，好吧，15分钟就可以了。那就皇上干蒸吧。好，这个放上去之后，我们要稍微的提一个鲜，提鲜味，我们要加一点点的这个胡椒。胡椒为什么刚才不搁呢？胡椒如果过早的搁的话，它在米饭里其实就温吞了，明白，就好吃了。所以我们要稍微的加一点点的胡椒。哦，这个胡椒是给它点睛之作，撒一点点的胡椒，既可以去除这个螃蟹的这个腥膻味，而且还可以让它挥发出很香的味道。明白了，好，所以开蒸之前放这个胡椒，盖上盖子，好，然后我们又。煮火旺气蒸15分钟，15分钟之后的红鲟米糕就出来了。过年的时候团团圆圆热热闹闹，好赞，一道过年菜。好，好，15分钟到了，15分钟到了，其实满屋子都是那个螃蟹的香气，太期待了，哎呦，对，好香啊。我们来看看皇上现在怎么样。皇上过年的新装是不是跟你们俩一样红？哎呀，大过年的，皇上的衣服也换成了红色，哇，太漂亮了！哎呀，漂亮啊！其实这道菜真的特别适合过年的时候全家人吃。趁这个饭，谢谢你啊！谢皇上！海椒已经快崩溃了，真的。吃个饭怎么有鸡蛋的味道？吃到这样的东西，我估计我以后吃饭都会受到困扰。好，来，哦，你猜我想先尝一下。你应该最想吃的是芋头。哇！怎么那么厉害？来，白羊座的我这人真的不好，这样不好，太容易被踢。试一下哦，讲讲对芋头的感觉。芋头这种吃法，他应该以前没吃过。我一般都是蘸白糖吃。好吃。对，来，皇上您最后给他这个赐个芋分吧。芋分，99分，九十九分，九十九分，九十分，因为长长久久嘛，对不对？中国人说九是最大的一个数，是吧？也没有人再超过他们。没错，也希望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在这个新的一年里面，生活也可以像这一道菜这样的丰富，好不好？没错。然后呢，这个生活的分数也能像咱们皇上说的一样，这个长长久久，大家都甜甜蜜蜜，幸幸福福，健健康康。年三十要先围炉。年三十啊，就是大家一起吃团圆饭啊。围炉。对，大年初一是要吃素。然后初二呢，我就要跟着我妈，然后去我外婆家。哦，回娘家。回娘家嘛。对对对。那你们接下来的几天就是去不同的亲戚家里吃饭。